WSBL 国泰跟电信的交手，开机至今一路展现压倒性强大战力的国泰，一开赛竟然是被刘家维用三分球来个下马威。不过国泰毕竟是国泰嘛，一阵走马换将之后，马上又把领先要了回去，而且是一口气打出了17-0的攻势，瞬间从三分的落后变成14分的领先。而且他们持续狂轰猛炸，除了有郑一秀不断在篮下抢分之外，来到第二节还有黄玲娟跟林玉婷轮流在三分线外攻城略地。半场打完，他们就已经取得了49-17的大幅领先。就算已经把胜负定掉，但国泰可是完全没有松懈。来到下半场，更有罗平领军强攻，总计他拿下全场最高19分，外带5助攻以及4超截。这么会超，原来是怪盗亚森罗平来着。在他攻守兼备的全面发挥下，最后国泰就以84-41大获全胜。至于台元跟台电的比赛，台电又再度犯了进攻断电的毛病，全场命中率仅有30%。当家箭头刘希烨虽然攻下17分，但全场19投仅有7中。至于台元，除了有林文佑展现火烫外线手感，砍进6记三分球，攻下全场最高18分，还有彭晓彤出赛6分钟就13分7篮板4助攻的高效率发挥，最后台元就以75-43轻松赢球。 YT 新闻综合报道。